听到我哭猫了。有，那里。哎，那个娃就是哭猫，你懂得哭猫。少女时代徐贤在韩综《全职干预视角》里开车找好朋友李焕熙，两人是练习生时期认识的朋友，一起开车兜风，还唱着过去练习的歌曲。当时两人的梦想都想成为波啊。아이러면안돼운전에집중해야돼나너어너가대신쳐줘다기억이없어몸이기억하네연습했던곡이니까李焕熙是许贤在 SM 公司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在还没认识对方前从未和其他人说话，他表示当时很难适应，很害怕。许贤也提到自从出道后就很忙碌，没能联系李焕熙而感到抱歉，焕熙则是一直在原地给许贤照顾。好像너무고마워两人曾经一起准备出道，最后李焕熙没有被选拔进少女时代，许贤表示当时一点都不觉得开心，甚至觉得很抱歉，不敢跟他联络。最后反而是焕熙联系了许贤，对他表示祝贺。许贤也在节目中回应，因为有这位朋友，我觉得我的人生过得不错。两人20年的珍贵友谊也让大家觉得感动。